安庆绪简介。安庆绪原名任直，后赐名庆绪，是大燕皇帝，也是唐朝叛臣。安庆绪青年时任鸿胪卿，并任都知兵马使。至德二年，安庆绪伙同严庄将安禄山杀死，并自立为帝。随后安庆绪的军队在和唐军的交战中连连败北。安庆绪逃奔河北后设奇迹，大破唐军，稳定军心。不久后，安伪朝廷中多人密谋归唐，安庆绪便调换将领，纵容他们自相残杀。乾元元年，唐军攻打盘踞襄州的安庆绪，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，并禅位于史思明。乾元二年，安庆绪被史思明等人绞杀于襄州。安庆绪遂弑父自立为帝，但没过多久的皇帝生活便被兄弟杀死。